一口气看完北宋王朝167年历史。公元960年，后周禁军将领赵匡胤发动陈桥兵变，登基为帝，建立宋朝，定国号为宋，史称北宋。961年，宋太祖赵匡胤通过杯酒释兵权夺取将领兵权。965年，赵匡胤灭亡后蜀。969年，赵匡胤出兵进攻北汉，因辽国出兵援助无功而返。971年，赵匡胤派潘美灭亡南汉。975年，赵匡胤派曹兵灭亡南唐。976年，宋太祖赵匡胤离奇去世。同年，宋太宗赵光义继位。978年，宋太宗迫使吴越国纳土归附。979年，宋太宗亲自统兵灭亡北汉。同年，宋太宗趁灭北汉的余威北伐辽国，结果宋太宗受�伤中箭，乘驴车仓皇撤离。980年，杨业在雁门关大破辽军，威震契丹。986年，宋太宗派三路大军北伐辽国，结果宋军战败，杨业被俘，绝食而死。997年，宋太宗赵光义驾崩。同年，赵恒即位，是为宋真宗。1004年，辽朝萧太后和辽圣宗亲率大军南下攻宋，宋真宗御驾亲征，挫败辽军于澶渊。1005年，宋辽两国达成澶渊之盟，从此双方开始了百年和平。1008年，宋真宗封禅泰山。1012年，狸猫换太子的原型刘娥被宋真宗立为皇后。1022年，宋真宗赵恒驾崩，13岁的太子赵祯即位，是为宋仁宗，由皇太后刘娥代理军国大事。1023年，宋廷发行中国最早的纸币交子。1024年，皇太后刘娥身穿帝王龙袍，参加宋廷册封大典，威震天下。1033年，皇太后刘娥病逝，宋仁宗赵祯开始亲政。1038年，北宋的藩属党项首领李元昊托宋自立为帝，从此宋夏战争全面爆发。1043年，宋仁宗任用范仲淹等人开展庆历新政。1063年，宋仁宗赵祯驾崩，因膝下无子，便由养子赵曙即位，是为宋英宗。1066年，宋英宗命司马光专修《资治通鉴》。1067年，宋英宗赵曙驾崩，同年长子宋神宗赵顼即位。1070年，宋神宗拜王安石为相，主持变法。1081年，宋神宗出兵五路，大举征伐西夏，结果遭到惨败，宋神宗因此一病不起。1085年，宋神宗赵顼驾崩，他9岁的儿子赵顼继位，是为宋哲宗，由太皇太后高氏临朝听政。1086年，太皇太后高氏启用司马光等人恢复旧法，并推翻王安石新法，史称元佑更化。1093年，高氏去世，宋哲宗开始亲政。同年，宋哲宗将神宗时期的新法逐一恢复。1098年，平夏城之战爆发，此战宋军击败300000西夏军，迫使西夏求和。1100年，宋哲宗赵顼病逝，由于宋哲宗无嗣，便由其弟赵佶即位，是为宋徽宗。1101年，张择端创作的《清明上河图》被宋徽宗收入御府。1119年，宋江起义爆发。1120年，方腊起义爆发。同年，宋金签订海上之盟，联合灭辽。1121年，宋江战败被俘。同年，方腊起义军被童贯率军击败，方腊被俘后被押解京师处死。1122年，宋徽宗派童贯率200000大军北伐辽国，大败而回，此战严重暴露了宋军的腐化，为后来的靖康之难埋下祸根。1125年，金军大举攻宋，兵围东京，宋徽宗下的立刻传位于其子赵桓，是为宋钦宗。1127年，金军再次南下攻宋，同年金军攻破都城东京，宋徽宗赵佶和宋钦宗赵桓被金人掳去北国，史称靖康之变，自此享国167年的北宋灭亡。